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311页，311页最后一行，知读论语。经世释迦闻佛得道后，无舍弃日，即不说法，自言：“我法甚深，难解难知，一切众生复诸是法，无能解者，不如默然入涅槃路。”前面呢，我们学到此地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我们都要留意，里面确实有很甚深无尽的微妙法。世神世现成佛，57天，这57天我们知道他在定中做了详细的报告，把他所得的一切法都说出来了。这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华严在定中说的。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不能参与，你入不了啊如来定中境界。见性的人就可以参加。佛把他所见到的、所接触到的境界详细说明。那么这部经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头见到了，佛说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藏在龙宫。多大的分量呢？说10000000大千世界未成寂，14000000天下未成品。不但我们地球装不下，银河系也装不下。可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了。一微尘里面能容纳设法30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不漏，在一微尘里头，一毛端里头，怎么能说这银河系装不下呢？银河系里头一滴尘沙都能容。如来的境界没有大小啊，没有广狭了。所以佛说我法甚深，难解难知，这两句话真的给世间人讲没人懂，
给天人讲也不同，给声闻缘觉讲也不同，给菩萨设法界的佛讲的还是不同。为什么？没见性。为什么心没定下来？小智慧要小定，大智慧要大定。啊，恢复到自性本定，这个甚深法藏，你就能体会，你能信，能解。啊，也能行能证。事出世间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下面这句话，一切众生复诸是法。啊，世间法，广义的来讲，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克时而论呢，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众生，对于六道轮回这桩事执着，坚固的执着。啊，复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，被烦恼缠缚住了，重重的缠缚。啊，就跟蚕吐丝结节。这个缚就这个意思，谁缠缚你？自己，自己吐丝，自己造茧，缠缚自己。所以，对于佛法藏，不能相信。不能理解，当然更做不到。啊，难解难知啊！啊，那佛怎么办？这是实相，不如默然，如涅槃路。这个涅槃就是常寂光。入涅槃，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是究竟路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烦恼习气全没有了。啊，自性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同时现前。啊，复诸是法，这就是没缘，没有感，这佛不能应。啊，我们人六道的时候，人不行啊，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呢，但是。天人看到了，是世事诸菩萨啊，这些菩萨他们住在净居天第四禅无不还天，
是他们居住的道场。啊，四禅是凡圣同居土。三国圣人住在这边。啊，大臣。六姓位、七姓位的菩萨住在这边，啊，大乘称菩萨，小乘是阿罗汉，三国罗汉，不是四国。啊，他们看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作此示现，啊，示现八相成道，降魔，这该说法了。啊，降魔说障碍没有了。魔没有降住，不能说法。为什么有障碍？语言成熟了，啊，这些菩萨带着十体欢音，逃离天竺，啊，十体欢音逃离天竺。梵天王诸天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些天人，或长经历，啊，他们到人间来，化成人形，代表这个世间人，向佛请法，请佛为众生初转法轮。佛时默然受请，佛接受了，啊，不用言语，佛只要没有拒绝，就是接受了，不必说话，啊，佛要拒绝会说话。不说话就是接受。出定之后，就到罗耶园，啊，波罗奈罗林中，就是罗耶园，为五比丘说法，这为这五个人讲苦集灭道。他们相信。理解了，接受了，依教修行。啊，佛给他们受比丘戒，这个世界，佛法僧三宝具足，正法住持。啊，从这开始正法出世，这里面五个人里头，乔称如尊者正阿罗汉，其他的人正初果，二果三果不定，正阿罗汉的一个。啊，这初转法轮。又《法华经》里头也有记载，那说二十住梵王，就是四禅天以下的
诸天地啊，诸天地士。要知道，一个单位世界，有一个欲界天啊，这六层欲界天，那么一个小千世界有1000个单位世界，也就是小千世界里头有1000个实体幻影啊，桃李天有1000个啊，3000大千世界里面总共有10万亿个。忉利天主10万亿个是哪一位呀？太多了。所以诸天地士，这就不止一个了，很多啊，忉利天王啊，护世天王更多。护世就是四大天王啊，这是我们上去第一层欲界第一层天，忉利天是第二层啊，护世天王更多了，即大自在天。这个大自在天是摩西首罗天王，是第四禅的天顶，3000大千世界只有一个，这最高的了，统领3000大千世界啊，大自在天王，并于诸天中眷属100000万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，恭敬或长礼请我转法轮。这个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，3000大千世界主大家合起来请佛注释讲经教学，讲经教学叫转法轮，这什么意思？法轮者指佛之教法，佛的教学，演说佛的教法称为转法轮啊，佛法用轮来做比喻，轮是什么？几何里头讲的语言，这个语言是有圆满的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佛的教学是圆满的。啊，我们如果分开说，佛的教育是圆满的，教学是圆满的，教化是圆满的。理论是圆满的，事实是圆满的，方法是圆满的。啊，用这个轮来做比喻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啊，轮者，转轮圣王之轮宝。转轮圣王，人间的，他是人道，他不是天道。
啊，它有轮宝，龙王有四种，有金龙王、银龙王、铜龙王、铁龙王。啊，这个金龙王统辖的是四部大洲。啊，就是一个单位世界。用黄念老的话说，就是一个银河系。金龙王是银河系里最大的王，他管整个银河系。银龙王管四分之三，还有他管不到的地方。铜龙王管二分之一，铁龙王管四分之一，地区不小了，银河系的四分之一，啊，非常可观了。为什么称他为龙王？他的交通工具是轮宝，大概我们现在发现的飞碟，啊，因为他是人，他不是天。他没有飞行自在的神通，所以他有工具。啊，这个人的速度很快。一昼夜，他能够巡离他统辖的范围，就是一个银河系。你的速度多快？啊！能够周边巡查一个银河系，啊，一个单位世界，啊，四种人王都有这个交通工具，这个工具是他的武器，啊，我们先讲空军。是他的武器，也是他的交通工具，啊，称为轮宝。啊，是回转四天下，啊，这是交通，年摧铸渊敌。这是他的武器，故以譬喻佛的教法，也流转一切众生界，破除诸烦恼。啊，所以用龙王的轮宝来做比喻。法华文句曰：转。法啊，转佛心中化他之法，转是辗转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传授啊，转法就是传法，传佛心中教化众生的。方法渡入他心啊，传给众生心啊，众生接受了，依教奉行，就能证得无上佛果，明转法轮，家乡思源。自我之彼，故成为转。啊，从我这里，我教他，我传授给他。这个传授转的意思，又探玄机解法轮曰：啊，探玄机里头，
这是净义华严的注解，贤首国师做的啊，六十华严的注解，为我们解释法轮。法是归持意啊，归是归道，持是保持。你保持在轨道上，不越轨，就不会出事情，平安到达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通有四义，第一个是教，第二个是理，第三个是行，第四个是果。教理行果啊，教要信，理要解，行要修，果要证，这个教学圆满了，少一个都不行啊！啊，义也有四。啊，这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是圆满之意，利却坚固，它没有欠缺，它没有减损，它是圆满的。第二个呢是具德意，以、这个地方呢，具四德。教理行果这四法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都有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啊，教理行果四法，法宝中有四种。第一个教法，那么现在汇集的大藏经是教法。这经典是三世诸佛所说破无明烦恼之身名俱文也。佛当年说法是因身，佛以因身为佛事啊，在古时候虽然有文字发明了，书写非常费事，老师教学通常都是言说，没有文字。佛在世如是，中国孔夫子也如是啊，孔子教学没有文字啊，文字是后学，夫子过世了啊，学生们从记忆当中把老师教的东西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，这么来的。佛经也是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流传的可靠不可靠？非常可靠。记忆模糊的就不写了啊，记忆是决定正确的啊。名词术语是摄经的人建立的，为什么？为了讲解方便起见，让大家了都有这个概念，这是方法，不是目的。一定要解其意，不要着它的相，所以不能着言说相，也不能着文字相。啊，不立文字，也不立言说。
啊，你要不着相，你就能入，能解能入；要着相的，可以解不能入。啊，这个解是有限的，不能圆解，啊，不能够深解。要圆解深解，一定要不能着相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诸佛如来传法，叫我们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果然能做到，啊，不着相，真的即一切法，就是入一切法，真一切法。一着相就不行了。啊，自以为是，错了。有丝毫傲慢，错了。这个决定不能不许可。啊，要想说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。你就能入，能信，能解，能行，能入。啊，非常重要啊！所以它不是凡夫境界，凡夫要把烦恼放下，才能起入。啊，自私自利是烦恼。名闻利养是烦恼，五欲六尘是烦恼，贪嗔痴慢是烦恼，重重，这就是前面讲的附着。你被这些烦恼像绳索一样一层一层捆绑住的，你着了相，所以如来甚深法藏。听了听不懂，写成文字看了，你所看的是皮毛。一分都不能入。啊，李老师早年在大专佛学讲座给学生们介绍佛学概要，第一堂课就讲的佛法，这个佛看法看东西要看八面，你是算是看到了，我们世间人不懂。看一个人，看一桩事，看万物，看一物，你看他的体，看他的相，看他的作用，看他的因，看他的缘，看他的果，再看他的事，看他的理，你看八面。八面玲珑啊，都看清楚了，你看的是表皮，表面没深度啊。什么叫深度呢？每一面里头又有八面，八八六十四面，你才是有深度啊。这看进去一分，入进去一分，入进去两分呢，六十四再乘八，你就看到两层，啊，看到一层，看到两层，
再看到第三层的，再成八。要看到的的精微，那是没有止境的，这个八八一直成下去。我们初学听到这个，才知道自己跟佛不能比啊。我们能深入一层就不得了，六十四面就不得了啊！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呢？佛能看透了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可是话回说来，说回过头来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种能力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是你自己现在迷了自性，你不会用。我们想想，今天科学家费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。佛不要费力气，一眼就看穿。那看出物质是什么？1600兆分之1秒的念头波动现象。你看，佛有能力看得出，科学家这是九牛二虎之力才发现的，还没有佛看得那么清楚。这佛的眼睛多厉害！佛的六根，举眼根的时候，六根根根都是这样。佛好说得真清楚，交代得明白，这不是他的专利，每个众生都有。只是你迷而不觉，你不知道。被什么迷了？被烦恼迷了。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就是，偏偏不肯放下。偏偏认为烦恼是好东西，这怎么能学？不知道学了之后你就成佛了。成佛有什么好处？没搞清楚。搞清楚为什么你就肯舍了，我得赶快成佛去。成佛有这么好？佛对于一切法真叫做看透了这个看透了就是真实智慧。事实真相是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看到真实的之际，即是边际，自己才得真实受用，真实受用，真实之利也。真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他真学佛了，这不能搞假的，学佛的利益太大了啊，没有边际。学佛的过程当中，障难重重。所以你要有本事想破。
没有本事相磨，会被磨牵着你走去了。好心学的佛，最后堕成魔道。修罗道、罗刹道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原来都是真正修佛人。为什么会堕落在那里？无时无明习气。贪嗔痴慢的习气。自私自利的习气。你只要有这东西，莫得其变。他有方法。贪财用财诱惑你，贪色用色诱惑你，怕死用威力来要挟你。你只要有把柄在他手上，他能够用这些把柄把你控制。所以你要是真正到达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我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知道你必定成佛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入大三空三昧了。空无相，无愿无作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全部沾染了，魔就束手无策了，没办法了。到这个时候，魔就皈依了。就发愿护法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真佩服你。为什么呢？他做不到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他会成就你。可是你心稍微有一点动了，他瞧不起你，他又要来捉弄你。又说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假面具被他吃穿了，他就得整你。所以教法，佛的教法是破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是根本烦恼，根本烦恼破了，枝叶全没有了。这个是讲经典，言语说这些。第二个呢，理法，教法所全之义理。教里头要说明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事实真相。佛法能教一切众生，相信就是他说的不是假的。第三呢，行法，依理而行之，戒定慧。戒有它的理论依据，定也有理论依据。慧的理论依据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。
一定要真实，要求智慧。你看谭经禅宗的六祖大师一开口就叫人常念般若波罗蜜多。谭经上这一句话重复很多遍，禅定是方法，目的是智慧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，就是要讲甚深法藏。甚深法藏是什么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。六祖教人念这一句经文，前头还加了两个字：南无般若波罗蜜多。那么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。我们从烦恼、从业障里面出来，依般若波罗蜜多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它是以智慧为第一。佛法求智慧，定是枢纽，戒是方法。啊，戒是方便之方便，定就是方便法。没有定，慧也开不了。千经万论，都是帮助你开慧。啊，经经怎么能帮助我开会？哎，你看古人讲的妙，你把它念上一千遍，看你开不开智慧。一千遍不开，再一千遍；再不开，再一千遍，一直念下去，肯定开智慧。那为什么变数多了，心定了？啊？那个念的变数都什么起什么作用啊？把你的妄念打掉。把你的妄想打掉。把你的杂念打掉。让你心里头只有这一部经，其他的都没有。最后连这部经也不要了，开会了。啊，那个经，或者是叫你念名号，不要执着，执着不能开智慧，能得三昧，不能开智慧。什么时候对三昧也不执着了，就大彻大悟，智慧开了。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知道佛怎么个学法。啊，研究经教是用第六意识，不可能开智慧。为什么呢？立心意识，智慧就开了。你没有立心意识，所以你开不了智慧了。啊，学这种不用心意识，不用心意识，不用心，就是不分不起心不动念，不用心，心是阿赖耶。不用识，不用摩那识，不执着。不用第六意识，不分别。你看。
啊，这叫转识成智。你不用它，你用的就是智慧。不用阿赖耶了，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。不用摩那了，摩那就变成平等性智。不用第六识了，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智。你不用它就变了。啊，你还是要用它，但不行，你转变不过来。我在张家大师那个地方所得到的，就是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一定要遵守。你能爬多高，试问你能放下多少？不要跟别人比，你比别人强或者不如别人，确实假的。那个跟自己完全不相干，完全看自己放多少，你就提升多少。放不下就坠落下来。佛法是唯一不求人的方法，不依靠别人。啊，所以佛弟子称为无依道人。那就三归依，三归依自己啊。归佛是依自性处，归法是依自信。归生是以自信进，这叫三自归呀，不是外头啊。归于外面就变成外道了，错了。啊，外面有佛法僧的样子形象，那叫什么？叫住持三宝，它的作用是提醒修行人。让修习佛弟子天天看见，看见提醒自己，怕自己忘掉了。啊，在今天这个住持三宝，我们自己家里可以供养，供养佛像是佛宝，经书是法宝，菩萨阿罗汉像是僧宝。啊，或者是供牌位，或者是画，这个画像、塑像都可以。啊，每一天早晚看见了，提醒自己，啊，早课提醒自己，今天一天不要忘了觉真经。晚课是反省，我今天有没有迷邪染？由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有一定要改正，没有要勉励自己，天天守住，守上个几年就变成自然了，习惯成自然了。啊，不必作意，自然相应，啊，自然不违背，这个通常叫功夫得力了。佛佛所传的是这个法要信，要能理解，要真干，啊，真干就是戒定慧。
啊，最后果法，啊，果是正果，行满，你的行呢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？全放下了。见思烦恼全放下了，小果圆满了。小果是阿罗汉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是个果报。大的果报要脱离十法界。也就是摆脱阿赖耶这个妄心，这个妄心的根源是起心动念，就是一念不绝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在哪里修啊？在生活当中修啊，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。睁开眼睛看见色，学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听到一切声音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常常想着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六根六尘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能见能闻，六根；所见所闻，色声香味，统统是假的。不要执着，一切随缘，你才能成佛。有执着，有偏爱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。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啊，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有进步呢？自己知道，自己清清楚楚。我不执着了，以前样样执着，现在随便。以前一定要依自己的意思，现在可以随顺众生，看到什么都好了。到什么时候圆满呢？看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都是诸佛如来。啊，看到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通通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你就成佛了。成佛不要问人，啊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山河与大地，全路法王身，什么时候？就在当下。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执着，啊，世间人那是个善的，认真负责，啊，现在老了，啊，桌子上这么多东西就老了。我在70岁之前不是这样的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无论什么人，你到我房间去看，
每一样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，整整齐齐。现在没有力气了，马虎随便了，住的地方像垃圾堆一样。啊，看到这个形象，老了，真老了。啊，没有从前那么勤快了。啊，以前勤快的人，一样东西没有放好，睡不着觉。啊，一定要搞干净、搞整齐，才能睡觉。啊，现在学佛马虎随便了。啊，这个不是给人做好榜样。做好榜样要像我年轻那样。啊，70岁之前我能做到。这个十年。逐渐逐渐的不行了。啊，但是心地啊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能放下，能舍掉了。所以读经看经，啊，越看越深入，越看越有味道。啊，过去所看的是表面的，现在能看透，能深入。所以我相信，古人那些方法妙绝了。啊，这些老方法，现在人怎么比都比不上。啊，我这个境界。不能跟佛比，我这个境界跟现在人讲讲不通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为什么不相信？诚敬不够，真诚不够，恭敬不够。啊。定功不够，在那显得浮躁；谦虚不够，带着有点傲慢。啊，所以于甚深法藏啊，进不去。甚深法藏没障碍。障碍在自己这些毛病习气，你还有贪嗔痴慢啊！但是你自己要警觉到，贪嗔痴慢是三途的因，在佛法里头搞贪嗔痴慢，果报是无间地狱，跟世间人不一样。世间人搞贪嗔痴慢，果报在三途。啊，特别是出家人、学佛的人，真正皈依三宝、学佛的人，修行里头要搞自己贪嗔痴，全是无间地狱。你说你多迷惑啊，多可怜呐！啊，谁敢劝你？没人敢劝你。为什么不能劝？你不能接受。那要学佛一样，不如默然，往生净土。啊，有一个能教的，要帮助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完全没有人能接受，走了。
决定没有留念。啊，我们在经教里真正学到真东西。小苦，中国大苦，究竟圆满的功德，大臣从初住以上，42个国位，啊，小臣。跟实性位在实性相比，10个位次都是国法了。啊，这是教理性国，用人在比喻。啊，人居处福。哇！啊，古佛王啊，古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个图，图上啊很清楚。骨，我们现在看的车轮，车轮当中那一块是骨，啊，但是它不是圆心，啊，辐，外面网就是轮，啊，外面的轮，这叫网。啊，轴是轴心。你看这个图里头，图里头里面有个小圆，小圆是轴。啊，现在看汽车轮胎，你可以看到。啊，那个外面的轮胎呢，叫网。啊，当中的支撑。啊，轮胎轮。轮胎跟这个轴心的支撑，这叫辐。啊，辐的多少不一样。现在我们看汽车，大概是6个辐、8个辐。啊，所以轮表啊。圆满的意思，你看，它有中心，它有心，它有边周边，啊，它有辐，啊，跟它连在一起支持它，所以它代表圆满的相。啊，这个注解里头，车轮的。中心部位，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，中有圆孔，用以插轴。啊，这是鼓的样子。介绍你，辐呢，车轮中凑集于中心鼓上的直木。啊，这是辐，网车轮的外框，这叫网，现在叫轮胎。它是表一体，啊，才称之为轮。他有这么多东西，这就具德。
啊，古父王等悉皆具足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第三呢，有用意啊，为催念合掌。年现在很少看见，抗战时候常有，农村里面有年啊，年也是一个人啊，把这些稻米碾碎，通常用小驴子拉着这个，啊，拉着这个，像推磨一样，它不是磨，它是碾。磨是在当中石头做的当中，这个是也有石头的，也有铁做的，啊，边缘是铁，啊，这个旁边有好像轨道，有个沟，那个里面放东西，放米麦。用他这个年等于舂米一样啊，有稻壳的时候稻壳都碾碎了啊，现在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，在从前乡下农民家里都有啊，有磨有堆，堆是舂米的啊，有碾所以它有用。那么在此地比喻呢，把你的烦恼、迷惑、障碍把它碾掉。啊，催念有这个意思。第四个转动的意思，从此到彼，那就现在的交通工具，我们出门坐车，车从此地啊。帮助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这个比如说从佛之众生啊，佛为我们说法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听懂了，也是从彼向此啊，即从众生之佛故啊，在我们要用这个人帮助我们从众生成佛，在佛呢是成佛果，把他的修行方法理论经验讲给我们听，提供我们做参考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也能成佛，也能证果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是说法了，用法轮做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很长了啊，说法常以发音觉诸世间，这是总说，常以发音觉诸世间，从这一句开始一直到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这一段经文很长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是313页，要到330页啊，所以很长啊，这呢都是佛叫说法啊，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很难得啊，在这个无量寿经上他把它集中在一起讲啊，说得很长啊，显示出世尊无尽的慈悲啊，这都是八相
里面的第七相，转法轮之相。啊，先说法印，广指如来教法，不局限于言语音声。该世尊说法，乃成说、刹说、智然说、无尽说、摄时说、末时一说，不但有情说、无情一说，故不宜以法音限于世尊之言教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法音它是表法的啊，法音它是帮助我们求悟的，这个范围就大了。陈述差述，这不是形容词，是真的，确有其事。啊，我们讲义里头有一点参考资料。陈说，这是术语，以普贤之耳闻之，在之草木国土，一为尘。悉常恒说无上之妙法，即十方虚空界，夜夜尘中有刹有佛，常说华严经，谓之尘说刹说。这是国法甚深，难解难知，现在科学家也不相信。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，知道物质现象是假的，不是人的。啊，知道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也说出来了。啊，心跟物的关系是无法分开的，心中有物，物中有心，心物是一体。如果心物是一体的话，再小的微尘，它也居住圆满的心法。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微尘当中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刹土里面都有佛在说法。啊，谁能去听呢？普贤菩萨。所以陈说刹说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这个后头有一句，普贤啊，华严之归曰，啊，思辨成道者，位于十方虚空界中，夜夜尘处皆有佛刹，谢于其中演说此经，就是华严经。啊，刹说为草木国土说之说法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，佛说众生说，以及国土说，三世如是说，这范围包得广了。
啊，所有一切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没有一样不说法。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言语造作，变法皆虚空性，一切有情无情众生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我们说，我们瞒着骗人，实在说是骗自己。啊，骗一些糊涂人，没觉悟的人，真正觉悟人，你怎么能骗到他？啊，秀兰博士参观我们的这个小摄影棚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坐姿椅子知道。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你这里摆设这些东西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你能瞒得了谁？啊，这个事情，深深发藏，难解难知，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全知道。啊，欺骗别人，情有可原；欺骗自己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？于是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六道众生，哪一个不欺骗自己？所以，人道不自欺，就可以做如来弟子了。啊，就具足条件呢，跟佛学法。啊，还有自欺。跟佛再多年也没用处，佛的法你得不到。所以《大乘经教》里佛在常说：“一切法从真实心中作。”这句经文重要。不能有丝毫夹杂了。下面将世间罗什大士曰：“世间者三界也。”啊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世尊受请之后，广言一带，大小全是，遍缘诸法，觉显三界一切众生，故曰：常以法音觉诸世界。啊，此是转法轮的总相。经文很简单，八个字，含义深广无尽，没有边际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下面讲别相，
分两个小段。第一个，普贤圣贤，贤共正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先介绍普贤。净土微妙法门，极深沉浮，比密宗还简单啊！但是不能不知道具德，啊，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一生往生净土。普贤圣贤分三小苦，第一段小段，破迷起悟。啊，请看经文：破烦恼者，坏诸欲牵。悉诸垢物，显明清白。这四句是六个字，我们看注解。破烦恼者，见唐乙。啊，《大宝积经》里的如来会，烦恼者，贪嗔痴等，烦心恼神，故名烦恼。这是烦恼的总数。啊，六举贪嗔痴。后头用个等字啊，这个东西烦心，让你心烦，让你生恼啊，成为烦恼。又贪嗔痴慢疑，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戒取十种，成为十烦恼。啊，这个十烦恼，法相中称为根本烦恼。啊，根本烦恼六个，六个是把后面的五个归纳成一个，叫恶见。啊。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善恶的恶，恶见六个，恶见开出来就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。啊，这是烦恼里头最重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轮回的因。啊，这十个没有了，轮回就没有。轮回找也找不到啊，它是假的。阿罗汉就是断这十个烦恼啊，完全断干净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他往生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啊，这十种烦恼断了。但是习气没断，所以在四圣法界啊，就在声闻法界里，他还要修，修什么？把习气断掉
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了，他就不是阿罗汉了，升起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所以辟支佛是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。天台宗以见思尘沙无明为善后，啊，这就是迷惑，三种迷惑。见思放下，我们说放下啊，经上讲断，放下就是断，远离也是断啊，这个东西是毒是害。白法明门里面讲根本烦恼六个，这是最毒的烦恼，烦恼的根，无量烦恼都从它生的啊，所以要真正知道这个东西是麻烦。它不是好东西，可是人偏偏贪爱，偏偏贪念，不肯放下，啊，天天念着，跟着他转，所以学佛怎么学，功夫都不得了。这个东西不要问别人，自己要回光返照，要好好去想想，为什么我功夫不得力，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自己回光返照，把原因找到，把原因消除，你才能进步。啊，决定不能怨天尤人。为什么？与人不相干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事情啊。啊，许多人错了，自己不成功，怪罪别人。造根中的罪业啊，甚至埋怨佛菩萨没照顾他啊，再告诉你真话，根本就没有佛菩萨。佛菩萨是什么？是自性觉。啊，长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，一片光明，那什么，那是你的自信，那就是诸佛如来啊，那就是诸佛的法身。所以大经上佛讲得很清楚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一发生就是长寂光，就是大光明藏。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任何一法都没有离开长寂光。长寂光临明觉知，
我们念头才动，他全明白了。啊，所以遇到困难，只怪自己，不能怪别人。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是最正确解决的方法。啊，决定不在别人。佛法完全讲的内学，向内不向外呀、向外全是过失，向内就找到真理，就找到答案。啊，这三种烦恼，一切众生全具足了。啊，知多论说，烦恼者能令心烦，能作恼故。心烦是心里头有忧虑，啊，能作恼，恼乱，啊，就是妄想杂念一大堆。古人所谓的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就形容这个坏诸欲牵，静隐疏悦，爱欲之性深而难越，故说为牵，教断令坏。欠是什么？古时候的护城河。那这现在也见不到了。啊，但是到北京故宫去，故宫外头有护城河。啊，绕着城墙外面。从前，城市都有城墙。城墙外面一定有护城河，啊，防御盗贼，啊，他要想来攻打，他不方便，啊，这称之为堑。我们这个护城河就是爱欲，爱欲越多，你的烦恼就越多，你的妄念就越多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把心定下来，首先呢，把欲望放下，爱欲要放下，爱是烦恼，莫那时的我爱，这个东西害得我们生生世世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生活在三恶道啊！这一次到人道来，来喘一口气，做
短暂的休息。如果做人这几十年当中不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死了再回去，啊，继续搞轮回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一生所造的业了，要去消啊，要到三恶道去消业障。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！啊，这个事情不是骗人的，不是吓唬人的，圣贤人绝不吓唬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句句实话，啊，何必吓你？啊，如果真的有一次吓唬你，说的不是真实的，以后已经永远不相信了。这是圣贤人决定不干的。啊，所以句句是实话，句句是真话。啊，爱欲绝对不是好东西。诸苦之本啊。啊，爱欲深广，没有边际。众生飘溺之而难度啊，说以为浅，像这个护城河，又宽又深啊，古时候的防御工事。啊，有桥，桥是吊桥。晚上关城门，吊桥就拉起来。第二天早晨开城门，吊桥放下去，防盗贼。啊，来攻。攻打这个抢劫这个地区啊，所以把它比喻作钱自愿远钱绕成长水坑也啊，我们一般称为护城河。佛法界戒于谦令三坏也啊，佛法智慧也，智慧好比一把利剑，能把你这个欲望化解了啊。好像呢，这个护城河啊坏掉了啊，取这个例子啊，那么这桩事情确实只有佛法，可是佛法要不信，信得不深。你不会用这一把剑断你的烦恼，你要信得深，要解得透彻，真正明白了啊，这个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名利财色真不是好东西。现在眼前得到，好像甜甜蜜蜜，
可是过后之后啊，灾难无穷。古人比作刀头舍命，天天命吐在刀口上。你舌头一舔，尝到了，舌头已经断掉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，得不偿失。啊，决定不能干这个傻事情。人生在世，要活得什么呢？心安理得，贫穷不怕，心里头踏实啊。一生没有做亏心事，你说你这个多快乐啊！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。啊，一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多快乐的事情！啊，我们是遇到佛法，向往净土。如果没有佛的佛法，照我们一生行义来走，我们来生在天上，啊，至少也是逃离天、死亡天，不是在人间，啊，多快乐的事情！啊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，天不究竟，天的寿命长，还是会死亡。啊，死了的时候还是随业流转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不是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么要解决问题，财色名睡、名利决定要放下，丝毫都不能沾染。啊，不要讲事实，沾一点无所谓，那一点就要了你的命，那一点就障碍你不能往生，障碍你在佛法里的造业，你说多可怕！啊，因果我们相信了，我们接受了，因果从哪里来的？跟宇宙的缘起。同时，啊，宇宙缘起一念不绝，第一念没有因，第二念就有因。啊，第一念是因，第二念是果。啊，第一念没因。啊，所以因果从哪里来的？搞清楚了，明白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人应该要行善道，应该要行正道。为什么走歪路？啊，都是迷惑颠倒，想走捷径，想走近路，啊，要知道捷径近路有，那是大智慧人、大福德人遇到才有用处。智慧福德不足的人遇到也枉然，他掌握不住啊。啊，特别是现代人，现代人可怜呢，小时候没人教，啊，普遍都有严重的习气，
啊，这个习气是浮躁啊，所以心浮气躁啊，他的心定不下来啊，欲望太多，心浮气躁，这就麻烦大了啊。圣贤学问要心平气和，那心浮气躁是决定学不到的，天天学，学一辈子都学不到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放下就学到了。你不肯放下吗？你就学不到。要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烦恼习气常常会现行。你自己控制不住啊，见色闻声马上就起来了怎么办？你要真正相信佛菩萨，真正相信祖师的话，你就有救。祖师话教我什么？教我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一门深入，深到什么程度？深到三昧现前，智慧开启，这才能入法了。啊，要知道，一门深入不是叫你背书，你可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，不是背书。是什么？是消除妄想，收妄想而已啊。啊，就是收心。孟子也是这个说法。啊，孟夫子说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。”求找回来，是吧？放在外面的心就是胡思乱想，把这个东西收回来，这叫学问。啊，换句话，真正学问表现什么？清心寡欲，没有欲望，没有需求，就是佛法里讲的三轮体空。真学问呢、啊？真学问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在外求来的。外面求来的全是知识，知识跟智慧完全不相同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学佛是求智慧，不是求知识。用求知识那套方法来学佛，你就全错了了。啊，你所得到的是佛法的知识，你所成就的是专家学者，这世间人。啊，断烦恼，消业障。得三昧，成智慧，与你毫不相干。啊，我们在学佛之前，一定把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佛讲经说法，我们才能听得懂，才能听得进去，啊，才能升起信心。啊，才能依教奉行。
这就得利益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